没有路啊，它可以养吗？哇哇、嗯、Hello 没有路哎、欸、大姐大姐没有路啊。为什么有路这大马路啊 ？Hello， 哎，这跟那个 Hello 不一样哦。看，人家是遇到那个，我们是遇到路穿山甲那个。老婆，我遇到一只穿山甲了，来看，真的真的又一只穿山甲。啊？它会躲起来。我不知道，我遇到是穿山甲了。为什么没看到？有有有穿山甲。这边这边看到了，你等一下又被请过去一次。不会，我没有吓他。你看穿山甲，穿山甲，老婆我遇到一只了，哦，人生第二次遇到穿山甲。啊，它好小啊。老婆你看，它好像小恐龙，它好小。穿山甲，哎，它自己靠近我，不是我摸它哦。哎，老婆你看它超可爱的，哎，不能碰到它，等一下又被请去。哎，等一下我怕过马路危险呢。没有啦，我要护送他过马路。他在躲你的光。拜拜拜拜。拜拜，老婆，你看我运气好好，遇到第二只穿山甲了。他好可爱，他很小。哎、欸，干穿山甲哎、欸！呜呼，这可以养吗？哎、欸，蟑螂这可以养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抓回家。哎、欸，结果不要跑。回家。哦，他跑掉了。哇、哦，好屌哦！老婆，我遇到一只穿山甲了。来看，真的真的又一只穿山甲，啊？我不知道，我遇到穿山甲了。有有有穿山甲，这边这边看到了。不会，我没有吓他。你看穿山甲，穿山甲，老婆我遇到一只了，哦，人生第二次遇到穿山甲。它好小啊。老婆你看。穿山甲，哎、欸，它自己靠近我，不是我摸它哦。哎、欸，老婆，你看它超可爱的。哎、欸，干穿山甲、欸，哎，呜呼，这可以养吗？哎、欸，蟑螂这可以养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抓回家。哎、欸，结果不要跑。回家。哦，它跑掉了。哦，好屌哦。我以后要变成一道健康美味的料理。我以后要变成甘甜纯净的生命之水。我以后要变成一只快乐的。哎，我们汤都没喝哎，要打包吗？啊，不用啦，那种东西。豆八仙完事了。这个要我开，我真的不敢开啊。阿贝。出事了，阿伯！这个要我开，我真的不敢开啊！阿伯！出事了，阿伯！阿伯！这个要我开，我真的不敢开啊！阿伯！出事了，阿伯！阿贝，这个要我开，我真的不敢开啊！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！阿贝，这个要我开，我真的不敢开啊！阿贝，出事了，阿贝！阿贝。